拉到你的嘴角，你不需要去依附他。很多人会去依附的，你会变成一个姿势，会变成这样子。正常是这样，很正的。现场指导射箭的基本动作。金乡体育会利用周末假期办理原住民传统射箭活动，邀请乡内的大朋友小朋友彼此交流，一起体验这项原民传统技能。射箭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可以跟其他人一起比赛，然后又可以交很多朋友。那这次比赛有几个特色，就是互相经验交流，第二个任何的初学者都能够有机会来体验，第三个就算是很厉害的仍然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切磋。这次的活动以教学为主要目的，因此也邀请临近县市的大雅巡礼会射箭队指导初学者们一些射箭的重要观念与技巧，也期待能够将传统射箭文化一起进步传承。我们相信从小时候开始去培育这一些射箭队，将来我们会看见这个新义乡的射箭队会越来越成长茁壮，让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射箭的传承能够给下一代。事实上，新义乡比起其他原乡地区，在传统射箭推广上还不算太普及。不过今年全国布农族运动会中，传统射箭项目国小组是由丰丘国小得到冠军殊荣，也进而对乡内射箭风气有所提升。希望借由持续办理赛事或活动交流，期待未来传统射箭也能成为新义乡的特色之一。原视新闻昆迪南投信义采访报道。